天使懂得海豚的伤悲，当海豚叹息天使的心碎。我们的相逢变得好可贵，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泪。天使好像去学会了游泳，海豚在梦里飞到了半空中。这样的恋爱或许不轻松，可是只有你让我深深心动。天使好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情海那么神秘那么深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使的家住的那么跪求什么？跪求高雄场吗？台北都还没有，哎，还没有举行。台北是在4月13号吗？那我们台北先见。或许因为你还看夜景，说的话也闪烁带着你，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。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。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，沉默却像沟通。当情人那么沉重，当朋友反而轻松。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，也可以是自由。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。好，我们就来唱一首演唱会没有唱过的歌好了，就是刚刚也有人点唱，然后今天我就选了一首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练团，今天第一次唱，所以如果唱不好，就是唱不好就包容一下。我们会唱这首第一次练团唱我很好这一首歌。我以为我会很好，看着每个人的微笑，我的心在哭，谁知道？没有你我好不了。告诉你我真的很好，爱上大方的原谅，悲伤的颜色在脸上，只有你才看得到。口香糖超爱吗？这个泡泡你还没到，对不对？很可爱，好新鲜吗？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。演唱会会唱了这些主打歌，不可能会漏的。哎，有人说跪求什么？我可以看前面，跪求高雄场吗？台北都还没有，哎，还没有举行。台北是在4月13号吗？那我们台北先见。开了冰箱吹凉风，坐地沙发食物都清空，滋味那么甜美。生活就好像是一个无底洞，就得花点力气才能透透风。抱歉，我先失陪。别试着找我，手机随它震动，就当我失踪。别跟我联络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一点都不想动。日子过得既然不轻松，需要暂时松松手，世界暂时少一个我，地球不会停止动。太多结果没办法掌握，干脆笑笑随它过，放假不用什么理由，摔烂床头的闹钟，睡个够。然后看这停住了5秒。我不乖，卡卡加入临时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报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